trying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a sword master.男主就是最近在研发这个火枪，然后他最近也做比较多的迷信的东西，这样的部分大家不要回答，你就我这是那个就是拯救世界的一个活动。天主魔的画面曝光，带瓦斯火枪上夜店冲撞记者。25岁的时候，我就会干大事。嗯。哦，没什么，就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他今天是休息的。24岁孙安佐出逃金 J， 继泰国护马风波回台后开直播骂老北老布，今凌晨竟拿着瓦斯火枪上夜店小怀路人。现在讲那个枪里面的事情。哦，对，这个我们安佐最近在研发新的这个火枪，那我们今天也是工作一整天去拍片实测这个火枪，对，然后之后还会研发好，影片也会马上做出来，然后之后会上片，对，大家可以等待他在 YouTube 上更新他的这个我们火枪实测影片。那反正安佐就是最近在研发这个火枪，然后他最近也做比较多的迷信的东西，这样的部分大家不要回答，就我这是经纪人跟曝光说，安佐即将举办活动，他在研发的火枪，他最近做比较多冷兵器的东西，他也是一直在做工作，做这些东西。未来他8月30、31、9月1号这三天有一个公益慈善的活动，会展现这些东西给大家看。那个就是拯救世界的一个活动，展现这些东西给大家看。留一点点可以，到时候大家可以过来参加活动。Trying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a sword master. 训练差不多了，所以我就把训练有些地方就是刮痕的地方再弄好一点，慢慢练。大概是为了拯救世界活动做准备，安佐很努力磨刀。我们只讲火枪跟我们之后做的活动。安杰没有。你有手机，我要配合照哎。就是不希望你们跟过来，所以我们不要讲来见面。对，我们让民众拍照而已。不过孙安佐跟经纪人疑似携带瓦斯火枪，警察要查了。为现场并未发现朱男有将该把瓦斯火枪拿出展示或点火操作，本分局将通知经纪人朱明到案说明，并将瓦斯火枪送验，亦不排除通知村民本人到案说明。